不如提早唱，我提早唱我哋嘅，提早唱我哋嘅8:30嘅經典啦。因為呢只歌咧係真係好有心，我好想唱好耐嘅歌。咁我覺得借住今晚咧，因為講緊中國情人節咧，咁啊。咁啊，嗰日唔知點解收機大講啦，往事冇留意嘅咁啊，講呢個七夕喎，咁啊七夕都好，即係好浪漫悲哀嘅故仔啦，一年見一次咁樣樣啦，咁係神仙與凡人嘅故事啊嘛。咁呢一隻咧，其實呢只仲有一隻，我覺得代表咗中國即係嘅最浪漫嘅應該係《梁祝》，唔知係咪因為有《梁祝》協奏曲啦。咁但我冇歌關於《梁祝》喎，大家聽翻小提琴協奏曲好啲。咁咧，咁仲有一個係《白蛇傳》，佢係講人同埋妖喎，但個妖係好嘅啦，佢主角嚟噶嘛，咁啊青蛇白蛇嗰啲白蛇。咁裏邊咧有隻歌，咁因為做過舞台劇兩次兩輪嘅，咁我差啲想唱埋阿羅文阿姐嗰啲好姻緣，不過我覺得都唔係好啱唱得，即係我喺呢個環境唱唔係好啱，佢好靚嗰啲。笛咧由頭到尾咁樣伴住，咁啊好興奮、好開心嘅，好中意嗰只歌。咁咧，但係呢一隻我不嬲都想唱嘅，好早已經想唱，咁啊一路未搞啊，今日啲時間點解冇寫喺度？應該係呢個。呢只就係阿謝同羅文就係廣東話嘅《白蛇傳》啦，咁啊舞台劇啦、音樂劇啦。呢只係比較早嘅，包立同埋。潘迪華姐姐嘅國語版裏面有隻歌，我都聽過邊個潘迪華，同埋好似冇，我都有唱，唔知係包立啦，當然同埋佢做主角嘛，好似有男裝有女裝嘅歌係，咁應該係白蛇唱嘅，應該係女裝，愛你變成愛你。咁咧係今日經典金曲環節，我幫阿林太揀嘅歌。爱你变成爱你，顾嘉辉嘅曲，王沾嘅词，白娘娘啊，叫做白娘娘主题曲。什么是情？什么是爱？为什么爱会变成恨？我好爱你，变成爱你，万种恩情变活在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代？为什么好会变成淡？我好爱你，变成爱你，千帆后影尽成外。难道人生中数孽海，三头六臂跳不出来？难道人生只有悲哀？为什么偏会把你爱？我爱你，变成爱你，早知爱你我不爱。难得人生真是苦海，神仙也是跳不出来。难道人生只